太太们头，总算找到你了。我有话对你说。快说。本座还有约。什么约？员外，我家婉清娘子已经在画舫中等候多时了。你真的要去同她赏月？是。怎么了？你不是说你不会去吗？本座改变主意了。不许去。 为什么？因为……不为什么。本座现在跟谁见面，难道还要经过你的同意？